没事，这算什么？加油，一定往上，再往上点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要不你干嘛呀？吃呢。我走了。那个。是雨林第一次玩这个，所以要给小朋友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哇，快看看，要这么高啊！哇 ，Oh my god！ 现在给雨林设定一个目标，他只要能够到紫色，我就给他买个东西。小姑娘要使劲了。第一次失败。我来准备一下。第二次挑战。加油！看看小姑娘能不能上去。得有奖励作为动力，看他行不行。好像有感觉了。哇，酷！可以呀、啊。一列，你对了，哇！第三次挑战，第三次挑战，加油！加油！第三次一列挑战。已经掌握方法了，家长一定要有耐心。还往上那边。掌握要领就能上去，是这意思，上吧。尝试了第二个了，试试。一列挑战第四个，
加油，这都是狗骨头。加油，狗骨头上去，挑战失败吗？对。小雨林在跟在给同学过生日，这个活动的地方还挺好，还有一些过生日的房间，还有一个活动的区域，有些桌子椅子，然后在这儿能看到他们在玩，空间不大，但是足够用了。还挺有意思。